朋友今天来到 Wake Up 觉醒音乐季这个刚才有那个我们土匪王林合唱团非常精彩的演出，据说他们是久久才敲那么一次，敲得很爽。那我觉得这种所谓这种台客摇滚风格，就是真的是有一些那种后继有点的感觉，也是觉得有一些就是也是感到有一些庆幸。那个今天要为各位带来的主题呢，叫做这个，叫做这个，一晚没睡纳卡西。这首歌纪念前一阵子你给我们的一代拳王阿里在擂台上向来是非常臭屁的，可是他臭屁归臭屁，可是他却因为在头被撞太多次，导致晚年呢，就是开始手会抖，也就是所谓的这个巴金森氏症，末梢神经开始不灵使唤。可是他已经从60年代开始，他拒绝去入打仗，然后他收到这种黑人的这种。所谓这种非裔美的这种反抗运动，那他就改信伊斯兰教之类，诸如此类的这些这个活动，其实都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就是有受到这，他就是很愿意为时代出生的。虽然那些所谓的这些非裔美人这些民权运动什么，大部分的时候，他们都只有在讲黑人跟白人，黑人跟安格鲁萨克逊的，然后黑人跟犹太人之间的一些对话，然后可是他们好像比较少讲黑人跟亚洲人的运动，要一直要等到1970年代，李小龙在美国真的红了以后，那个时候就是美国黑人，他们除了看他们自己黑人的一些黑人逼的一些所谓的 black exploitation 黑人剥削电影以外，他们还喜欢看李小龙的功夫电影，因为李小龙都会打一些洋鬼子，像猛龙过江。还是像后来的那个龙争虎斗啊，然后到最后的那个，最后他没有完成的那个死亡游戏，这些其实都算。然后这边，我们来为这个就是感谢这个拳王阿里来带给我们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娱乐跟这个拳，这个以他的拳头来创造各式各样不一样的精神。我们老实说呢，我们其实台湾其实没有这个什么精灵宝可梦，去他的精灵宝可梦是你的宝啊！其实就算没有精灵宝可梦可以玩，那可是我还是有别的东西可以玩，不会因为这样子就那个，因为这样就没得玩，就总是找到自己的乐子了。